怪癖比较特别吧。然后我就会跟他讲，哎，你可以掐我脖子。会不会掐一下死掉啊？好讨厌，我会牙疼的那种。有些事单身做是怪癖，情侣做就变情趣，一个人做呢是可恶，两个人呢就变可爱。以下情侣行为，你觉得可爱的话就不圈，恶心的话就不擦。发现关系复杂的两人，你们不是情侣，但你们是室友。对，室友关系。你喜欢他吗？他比较喜欢我。你们是同一张床的室友还是不同？同一张床。那我懵逼了呀。那你们有自己的男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还有喜欢别人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有喜欢别人吗？我喜欢蛮多。喜欢蛮多人。哎，对呗。台北都没有。对方喜欢咬你的屁股，一二三，你们俩都觉得，哎，我怎么吓你？怎么了？那你们这，你们有咬过对方屁股了吗？室友？有啊。我没有。那是人家的事。哎，你看你们两个答案不一样。你觉得？他说刚题目是什么？哦，咬屁股是。哎，你这两个造假，可不可爱？咬屁股不行，为什么？我咬。恶心。那个地方不是让人家咬的地方啊。你觉得恶心哦，蛮怪的。那你觉得可爱？可以啦，可以接受。你们两个都觉得是差，结果不行哎。屁股很可爱啊，有吗？可是我觉得很脏哎。对方分享刚刚的大便。哇哦！就不会分享啊？不可爱吗？为什么可爱？不行不行。可以可以，你怎么样？喜欢分享大便了？不是，因为他很常分享。可是如果他是拍照给我看，那就不行。啊，你觉得是可爱？因为我很常跟他分享我的大便。嗯、跟对方一起用同一支牙刷，为什么不行？啊，牙刷还没多少钱，就自己用一支就好了。屁屎味的部分，你们之间没有怪癖吗？我们的怪癖比较特别吧。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偏向于抖 M，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，哎，你可以掐我脖子，会不会掐一下死掉啊？不会好吗？控制力不行。哦，你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？对，而且对个人卫生问题，这这不行。而且他前天还用到我的牙刷，那你还不行？你真的是那不小心用到，那是不小心用到了啊。因为我都觉得他嘴巴很臭。不行，为什么？超恶的。为什么？很恶啊，大家牙刷用自己的就好了。就有人可能会有牙周病啊，口腔上的那个疾病。你自己牙医系的是吧？啊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觉得不行。牙刷上面看到菜渣什么的。对方磨蹭你的皮肤。嗯、正常发挥吧。那可以告诉我情侣的磨蹭皮肤跟室友间的磨蹭皮肤的差别在哪？一个是恋爱中，一个是单身中啦。长知识了。因为我是手控，我就会习惯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直摸啊什么之类的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位的性欲非常强，一下那个，一下那个。你这不行，我超讨厌。就是我不喜欢他用他的脚去蹭到我的脚，我会牙疼的那种。那你觉得这样吗？这很棒啊。你们在一起多久啊？6年，六年，你们还这么不一样？完全可以啊。怎么样的磨蹭皮肤法都可以。你有看到他非常不情愿吗？你刚刚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这样。哦，很可爱。那你会摸他胡渣吗？我会叫他刮干净，帮对方化妆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还没化过，还没试过、啊，但有尝试要试过。我觉得应该蛮可爱的吧，如果长相是好看的话。那这个呢？化妆觉得可爱。他准备帮我稍微化个底妆。哇哦！你喜欢被化妆？OK 啊，还不错啊，可以玩玩看、啊。可以玩玩看，就蛮有趣的。可以啊。就是可以。那我的圈是可爱的意思，不是可以。哦，可爱啊，可爱，就蛮甜蜜的动作。他骗人，我在帮他画，他嫌弃的要死。没有啦，这化妆帮女生画 OK， 可是帮男生画就不好吧？哦，浪费化妆品。可爱，可爱又不可爱。可爱，浪费化妆品都不可爱。互咬，不是有，今天不互咬了呀？咬得太夸张会生气。哦，你咬得多夸张？他很喜欢咬我的手指，很喜欢拿过来咬。你是咬一根的这种。两根吧，很可爱哦、喔。那咬哪里不可爱？屁股。闻对方腋下。啊，不能闻啊，室友。蛮恶心的吧，没什么意义啊。我觉得好恶心。我们都会说不行，但是我们都会做。你会强迫他闻你腋下？会。那你比什么擦啊？要看当下的情况。先洗澡真的。你怎么样？很喜欢闻大家腋下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有时候会有香香的味道，沐浴乳的那种。那运动完的也会有沐浴乳的香香。那就先擦。帮对方拔毛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拔毛可爱吗？不可爱。你在干嘛呀？你根本就看他答案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作弊。我不会帮你拔毛。但我不会帮你啊。那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不一样。哦，好的。我好喜欢这个尴尬感。拔毛不行，你们不是很快乐吗？很刺激吗？拔毛会痛。
会痛不行。可爱啊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因为我都会帮他拔毛，但他又不喜欢。拔毛也不行，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对方死命闻你的衣服，是干净的吗？我随便你哦。不会，闻衣服干嘛？就是很香啊，这样，好香好香。还好。好的，谢谢。因为我很喜欢拿他的衣服，然后这样闻一下，然后他也喜欢这样，突然拿我一件衣服。死命闻可以。我超爱啊，你呢？我真的不行，因为我都被闻。他在死命闻你的衣服，对吧？你这个影片出去，大家就会觉得你很香。你不止衣服香呢，你腋下也都香。可以看到，有些情侣的感情不是很好，有些人呢，他可能默契很佳。可不管你是哪一种，不管怎么样，在我眼里，很多事情都是怪癖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怪癖的行为的话，以下留言，拜拜。你喜欢他，然后你就让他当你的室友；啊，你不喜欢他，但你也当他室友，是这个概念吗？算是吧，是差不多啊。